人间本是姻缘珠，天间境内断情缘。行龙一莲花，这一日违背天命，私自来到西湖畔。莲花，你看这西湖的风景真水，就像像人间的仙境。我看以后，咱就是只结庐同修，要入去看卖无？好啊。孙仔，要跟阮做伙来去西湖佚佗。佚佗？哦，恁两个是才七月半啊，恁单恋啊已经犯天规啊，油色已经要亮亮，恁也紧走，紧走啊，走路如何？大胆，好好，你敢敢诉讼林焕？三日白酒，后摆大家拢嘛是。今麦是讨交情的时阵，用第幽灵将香龙甲莲花仙子带回天宫治罪。喂，被照就被照。第二个，代念莲花神主千年修炼真无简单，因为袂当退去爱恨离别苦，历史反转天规，处罚马上破入凡间，终生受尽所困。大少爷得开悟。莲花神主，莲花神主，咱袂当一点仔精神。引来天界七顶的风波啊！香龙尊者，因七世因缘未了，地主有今日之劫，严格天规不可不乱，而且今日人间百事有难，命你入人间，历劫制度，度化众生。香龙，这下你赚到啦！你到凡间哦，可以当个莲花仙子。好好尊者。行两凡界，同款会为情所苦，唔是你想的遐好。是。上无要紧啦，等你结束一满吼，就无什么代志啊。小阿贵，啊。多谢玉帝开恩。菩萨慈悲，请保庇信徒顺利成善，早日贵主替你甲团圆事。感谢观世音菩萨。来，夫人，谢礼哦。谢谢。夫人，若不是你每天在观世音菩萨家恳求，那你家？今天要休息嘞，夫人，先坐先。啊，可怜的心啊！
现在，现在，这仙之家注定该有一番喜庆。呀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感谢你哦，感谢。各贵宾，那请阿威入席好。感谢感谢感谢。哈哈哈！哈，李阳，恭喜哦，恭喜恭喜！恭喜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嗯，大兄弟，你嘛拄啊是个千金吗？是啦，其实哦，我今日来完全是恁弟夫的意思的。你敢袂记啊？进前咱两家有约定，假使我若是查甫的，你若是查某的，哎呦！你看我啦，我这阵啊吼，叫这红鞋啊靠牙，我会烦死，煞袂记哦，家父去甲你提亲啦。不要紧啦，今日我来嘛是同款啊。你啊，既然约定要照行，你无赶紧嘞，叫人去甲阮未来的囝婿抱出来，互我这丈人爸看卖啊。哦，这运动，这运动的呀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什么代志？哎呀，外口有一个和尚讲要找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是。殿中无人请，家己来。施主莫见怪。师父甲讲念，是为着小见你来。嗯。听讲玲珑自出世，甲这当阵拢哭袂停，请将玲珑抱出来，甲贫僧见一面，贫僧自然都有办法。老兄弟，要不你代替我招呼师傅，我面试出来。嗯，请坐。小路途苦，人间甜苦，所以一切拢好面煞。佛祖应是云：人间多辛苦，莫哭莫哭，人来是苦，你来是乐啊！哈哈，缘来缘去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李施主，玲珑，你感觉好命？也袂咧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安尼贫僧就较欠缘，来甲好一个啊好命。输且输命。你来人间修好缘，日后元神自显现。嗯，安尼你的名就来号做李修缘，别号叫修缘。李修缘，别号修缘。嗯，这个名有意义，也阁好叫，我赞成啦。既然老兄弟，你就是未来的丈人，都赞成啊，我嘛无反对，就要决定。李施主。贫僧还有一项代志，师父，请说。此主大有根气，日后千万唔通出事。为什么？哎，记得记得，车明书，印别方，万合同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师父。签名书印别方万合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师父啊！二兄，高僧讲的话，你当作参考就好，莫放在心肝内。
公主，啊，七早八早，你无咧厨房读书，到来遮创啥？我即嘛真照佛经所讲的，释迦牟尼佛坐伫菩提树下静坐成佛。我嘛是要闻香看香，看是毋是会用成佛。哦。缘起缘灭，因缘离合，万物生灭不绝，就亲像经所讲的世事如幻。主啊，你莫搁什么缘来缘去的啦，我敢若知影吼，你若是无紧对来转哦，咱两个就无缘啦。我一定会捡老爷拍死。老爷。我那点不是出去赈灾，哎，几下刚才会回来，哪会这么回来？我也知，伊昨暝就回来啊，只是公主你较早睏，唔知影尔。惨啊！我那点若是知，我来才糊涂，代志搁未收煞啦。阿浩啊，咱去回来。人客买菜哦，菜瓜、白菜、高丽菜哦。哦。啊，唔知是咧做安怎的，手气有够歹。要买菜无？哦，就是你这个死老狗，给我带衰了，我昨晚才会跋输脚。少年的，啊你跋输脚，啊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讲有就有啦。你啊，爱赔我30两银。啊那无？你是要赔还不赔？无钱啊！无钱。刀姑娘，你，老子又来挨凄惨嘛！欺负老大人，算什么妖害？我倒不相信有会无沾水。这位真兄，附近有滴讲啊，人生在世哦，爱处处结好缘，冤家莫结。免你来生，我叫地心。啊！你有事吗？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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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兄弟，下来！公主，你有安怎无？这姑娘啊，你是安怎无缘无故拍阮家公主啊？兄弟。回暖间哦，派人走去啊，哪会等？代志还未讲清楚，经理，恁两个免想要走。好啊，公主跟我讲过啊，为女主甲小人难用，真难甲说，莫甲伊计较。好啊，是你是非不分，直听我白乱。我问问你讲，甲拄只迄个媳妇人派人什么关系？你竟然是骂我？啊，你不是伫冤家哦，你是老姑娘伫假是派人啦，老姑娘。是倒一个老姑娘，是老千户的查某囝老玉莲啦。啊！啊，真正趣味啊！啊，真正是倒水冲倒龙王庙，家己人拍家己人。哼，谁敢咧是家己人啊？你敢知影阮公主是啥物人？哼，关伊事是咩啊？小青，咱倒来练功。啊，公主哦，你足可怜的咧，遮侪年无看哦，你的离婚证门也无甲你拆着，我三日嘛甲你拍到做告别。你先后别讲啥，你若敢讲后别讲，破坏本宫娘的面子，我来把你的喙子割来死掉。我哪后别讲，医生，别讲，来走。等嘞，把话讲清楚，那么你免想要走。姑娘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公主啊，你是哪无法让我公主你真正的身份？这么戆婆娘跟产生啊嘞，你讲出来是假歹看。我有啥物通好歹看的？是你家己歹看。小青，咱卖菜，来走。公
主啊！你若是唔讲，以后一定会互你压落底。你唔讲，我讲来，你听好，阮公主就是你举办未婚的未婚夫李秀恩。你是李秀恩？真正是参像伊所讲的大只穿高领袄帽，伊是你未来姑爷呢。你真正是李秀恩哦？我听阮阿爹讲，你大刚拢在厝用功，你乃即摆出来做公亲啊？啊，嗨呀啦！啊，公主老爷，我才想到，老爷阿哥在厝里等啦，公主今日咱今日来等啊。几年来，你伫甲我讲，秀恩拢读一挂私塾，准备赴考。我今日知影，伊读的拢一挂福建啦。我嘛抓准，你早就知影秀恩伊。哈哈，那现在，少年人可能变较好奇，才去读这建筑啦。李兄，你是袂记啊，是无？当当年，秀恩都出世无外久的时阵。迄老和尚所讲的话，初主大有根基，日后千万唔通出事。老兄弟啊，我想你一定真了解伊讲的这句话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修缘伊甲洪文伟，我即马是咧烦恼啦，说咩来用的啦？阮李家敢若修缘即个修会尔呢？啊，你都对我啦。咱两家是毋是变作亲家？这是小可代志。啊，不过恁李家是单丁，我是强调讲恁李家无人团修会，啊，你代志都大条啊啦。对啦对啦，啊，咱食咯，这是修缘即个囡仔，我都已经感觉哦，对李家祖先一定袂得过啊。啊，假使伊若真是甲佛门有缘，啊，若佫真是互伊去出家，啊，那我变哪有迄个面去见伊祖先呐？这，我咧想，上好的办法，就是选一个日子，互伊甲玉莲成亲，无得较伊囝若生，翁仔某感情若好，秀恩都袂出家啊，来恁李家，都免惊无人来团休会啊。好办法，安尼我即马就来跟秀恩讲。大嫂，你千万唔通打错惊吓，万一秀恩唔答应，这是变怎？我看吼，唔免甲讲啊啦，这你找咱大人做主就好。到时阵，咱二伯秀恩去接花轿，转来拜堂。迄个时阵，伊想要反悔，安尼嘛袂赴啊。那咧，我赶紧当准备，三日后，会两个成亲。好，好。好啊，这两天就在创啥？其他四个拢在丢点芥菜。明仔载你就知影啦。明仔载？奇怪，连阮阿爹甲阿娘的寿诞嘛未到咧，啊，是有啥物代志，才会特地庆祝？阿好。坦白讲，明仔载到底是什么好日子？什么好代志啊？公主啊，啊老爷有特别交代讲，袂当让你知影。啥物袂当让我知影？为着你去困一醒，明仔载透早起来，你就知影啊。莫为难我这个下手人啊，嗯？好，既然安尼哦，我今晚就去找阮阿爹。我甲讲，你有甲讲明仔载是我的好日子，是你叫我。去问阮阿爹，看是甚物好代志。哎，公主公，你莫甲我害啦！若是互老爷知影，我就惨啊！你坦白讲，我会甲你保证，这个代志哦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袂阁过嘴。
公主公，好啦好啦，既然你保证讲绝对袂过嘴，我就坦白甲你讲哦，明仔哦，老爷要互你娶某，甲迄个老姑娘冠军拜堂安尼。 真正是你想的呢？多年无见，这个月嘛变作一个自花自香的水姑娘。我想怎？我一想到要甲伊完婚拜堂，心内一点仔欢喜的感觉都拢无的。还是我受到景的影响？ 你给我去收救军吧，连我身都没命。刘雷。